生。其实台北是很好拍的，很多树，很多建筑，很多好看的人。我虽然在台北住了那么多年，还是需要导航，是不是很 funny？每天都要来的地方，我是不是来 check 一下我今天的步数有没有到？差一点点，7939步，再走几步就8000了，而且现在才下午。OK， 算达标。今天用了一个年轻的造型，对。有没有很像我刚出道的样子？清纯的刘海，回忆当年。所以一直为什么一直都要有刘海啊？我的问号是。流行啊，妹妹。会不会有点害羞？没有。给追哦，给追哦，给追。自觉想要这样吗？好看吗？我的刘海。等一下就是呢，后台等候，然后把我的指甲贴一贴，因为我今天有穿丝袜，我怕先贴了指甲，上厕所会把丝袜勾破，很臭哎。远方的朋友，这样拍起来我腿是不是太长？对，你想太多了，腿没有比较长。不要在那边乱拍。最近就都是尾牙，很热闹。呼呼呼呼！肯定这一场比较适合你。我以为是我们呢，不是啊、哦，不是我。差点跑错场，跑错场就糗了。我怎么觉得我这样会变很忙呢？好了，把鞋子穿好。哎，我很丑。你这是镜头那边，我在那边。干嘛啦？不是，我刚忘记关。好了好了。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，不要再开玩笑了。大年轻说大年你要酒，大年你吃今天车子真的很多哎，那我们赶不上了。结果第一次从这边下，走楼梯啊！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。我都没有改好车。嗯，上千哦。上千啊！下班了，谁在乎？得了哎。去哪里找这种？
先生没有楼梯了，我可以放下来了，很重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开心哦！干嘛摔你的行李呀、啊？还很喘呢。要报零九，他有防震哦，震看看。有震吗？还是蛮震的。由于我们没有定位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包零九。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， 我开始想打包零。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我们现在要前往出发去的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来到巴德的 Tina 厨房。我们来吃饭。哎、欸，只有你清楚而已，我全部模糊。很二哎、欸，真的很二。那要去把它调过来。这边很适合。带宠物。鹅跟鸭好难认哦。啊，这边鸭子。鸭子吧。这边你看有鱼。他觉得我们会喂他们，但是我们并不会。活该。但是我们并不会喂。啊，东鸭子怎么叫？鸭。鸭。鹅怎么叫？鱼了。可爱哦，好像我。全球的一只，谢谢。到了，就这里。哦，它这边都有一些养生的食材。然后它的沙拉吧，我为你们介绍在这里。然后它的卤肉饭什么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看，我还有咖喱。我超喜欢他们的这些糕点，一个起司布列烙，什么是布列？起司布列塔尼，然后一个夏威夷豆，夏威夷，打下去，夏威夷。吃起来咯，很饿吗？超饿，饿。吃东西的点就是慢吃，都没有空理人，还是要聊天吧？是不是还是要聊天？这是我的沙拉，然后红豆汤，他吃这一锅鱼，然后这边有人吃猪脚。椒麻鸡超好吃的，我觉得是原式餐酒馆的哦。可以吗？好多一口，好像不会烧喉，它不太烧喉。小米酒怎么那么好喝？真的找不到了，有驻唱了哦，厉害哟、哦！飘的，把我拉很小小的。可是你不是封锁弯的否了吗？对啊，没关系啊。你们真的是塑料姐妹耶！假我假哦。他封锁他。他封锁我对，他封锁塑料姐妹示范，假情
开心的。刚刚 Wonderful 要 take 他的时候，发现哎 take 不到哦。我们在车上的时候，不可能当场取消关注吧？有了，有加回来了啦！一直加，塑料姐妹，我真的觉得。打比比，有啊，他上次有说他很讨厌你啊。真假？没有啦。我最喜欢看这种了。居然假！你是不是也有讲我坏话？现在讲出来啊！没有关系啦，都我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卫生纸给我。重新在一起吗？可以做朋友，可以做朋友，还是可以做朋友。阿公，你可以。我不行哎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，然后就有人我想说这到底什么歌，然后我回去听听完想说神经病才厉害，不爱人了。好了，梁文音的歌真的都很难唱，以后不要点他的歌。看起来年纪很小哦，好讨厌。哎，你刚刚是说这首吗？对，看还是你要唱别首，我是怕阿仁不会弹。只是因为你翻唱，我们被点到爆炸，就是这么幸运可以碰到你，我觉得就让大家好好听你的声音。啊，你也休息一下好了。对，我去旁边玩沙子。你感冒唱成这样已经很厉害，佩服。我感冒没办法唱歌。没有，我硬唱为了赚钱啊。你们好严肃哦。成就达成。你知道我刚刚本来想说要帮他合影，后来发现啊，不行，我的声音太粗了，我声音有点粗哎。你们以后常来吗？你们来我们好轻松的。对啊，你们以后常来，我们来我就一直在休息的。对啊。怎么了？快点啦，干嘛？什么什么？什么？我在笑。太阳，太阳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别亮，我真的有太阳。我真的有太阳。谁太阳？哎，安坐立神奇真的。对，是汪教德斯。哇，好棒哦！汪教德斯，加满机。我们要欢迎汪教德斯，帮大家演唱这首。只想做你的太阳，大声点，太阳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
唱我的爱。但是你还是打扰我啦，那我打扰到你。谢谢啦，谢谢，开心了今天，还是要把握一下吧。大早，等一下要先回家里去跟厨具公司讨论一下设计。我刚用完了我的早餐，高蛋白巧克力口味，然后昨天在这里买的草莓跟蓝莓，昨天买的绿挂黑咖啡。那一定要来写我的日记了，放一个舒服的早晨音乐，然后呢打开我手机自己设定好的专注模式，这样全世界都找不到我了。我昨天晚上就已经写好了，我今天几点要起床，几点要灵修写日记，几点要吃早餐。现在因为还没有八点，所以我的早餐还在旁边等我。吃完早餐然后就要去运动，运动完呢冲个澡，然后准备一下，然后就要回家，就要去发廊开始一整天的工作呀、yeah, 这就是我今天的行程，祝我今天顺利耶、yeah.漂亮哦，这里，这里很冷。今天唱他们的尾牙，对我说，就是补妆一下。我现在吃两颗喉糖。今天的 look， 这样穿怎么感觉像很聪明啊？感觉还蛮那个的，还蛮有蛮有气质的。嗯，说真话哦。没有，我看下面。来不及，你已经说，你已经说了，话是说不回去的。你自己看，我屁股很翘哎、欸。你看哦，很有气质哦。屁股真的很难练的、欸，各位。是哦。对啊。我愿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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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
我下班了，好冷哦，锅子没包起来，好冷，所以我现在要回饭店，对，不是回家。辛苦啦，今天很开心的一场尾牙，超嗨的。附近有这家火锅，我想吃很饱，因为天气太冷了。吃不理。这事的照片可能就是嫌疑人自己的，而恰好啊，那个时候去深圳，于是啊，警方拿着这张假身份证上的照片，跟特专业在那个时候。中国人吃饭是很吃香的，因为毕业后工作不难，毕业后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九江十一分公司子弟学。他从小就很懂事，学习不用人费心，班上前几名，总拿奖状回来，字儿也写得清。劳荣枝啊，是当时家里头学历最高的，是全家的骄傲。是谁敲了门闯进我的生活，触碰心悸动忆起了天水在你怀中，不知不觉开始习惯你温柔，体验什么是心动和有人疼的感受，进你怀里任性扯闹任性哭泣，像个孩子做回我自己，拜托慢一点遇见我，在亲吻的时候拜托慢一点爱上我，爱我很久，拜托慢一点遇见我，在亲吻的时候拜托慢一点爱上我，爱我很久。希望你们喜欢，拜拜。这样子如何？哦，怎么有点冰？我这样会不会曝光啊？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嘿，哎，我在这，你是跟到哪去了 ？Hello，Hello， I'm here。就进去浴缸里看，是谁敲了？哦，这个音唱不错哎，好痛啊，好酸啊，我觉得哑铃比吉他还好拿哎。再次，真的很酸呢、欸。伸展一下，你在弹什么？可以暂停吗？很痛哎、欸！人心扯闹，人我不行了，好痛哦。